家东篱下，闲云野鹤路长。快马在江湖里厮杀，无非是名和利放不下，心中有江山的人岂能快意潇洒，我只求与你共华。青石桥恩怨了谁笑，我只求今朝拥你入怀抱，红尘隔尘风似为你这样，我荒村野桥行世外孤岛，眼里人间尘嚣，留须条执子之手逍遥。我说缘分啊，你如探长般说话，你来如梨花洒满了纸上的天下，爱恨如写一山水画。青石桥恩怨了谁笑，我只求今朝荒村野桥寻世外孤岛，远离人间尘嚣，留须条执子之手逍遥。任武林水林风骚，我却只为你折腰，你回眸多少我泪中风中潇潇，青石桥恩怨了。谢谢二位，请再给他们点掌声好吗？谢谢你们。南艺老师，我到突然间听着听着发现周杰伦酷爱中国风是有道理的，中国风真的很美好，很好听，而且你把纯粹的一个流行歌的唱法，就是李杏妮，分配给了一个四合院里边的一大侠。我刚才在想，之所以你有这种唱法，我相信你可能在寂寞的时候经常会随便瞎哼哼。我每天都会哼啊。雾里看花，水中望月，所以音乐给予你了很多寂寞当中的填补，然后变成了一种随意但是很特别的风格，我喜欢，提议张扬。阿林老师，这个歌哈、让我们有一种穿音乐的感觉。张扬他一唱大家都开始想笑，他能够透过他自己独特的这个唱腔唱出他自己的味道，什么谁的歌都变他的歌了。周杰伦是希望他的风格多变的话，张扬是他的选择。王峰老师，李杏妮呢，今天的演唱除了成熟，也能感觉到一种把控力。从战略的角度来讲，
我觉得是李信妮。张惠妹老师，我觉得也许张扬在你的队上他会有一个很特别的火花，我的建议是张扬。周杰伦老师，两位呢把中国风诠释的非常特别，你刚刚说听起来很搭配，其实一开始不是这样的，一开始是很冲突的那种感觉，哇，有时候张扬会抓又抓不住，你知道，但是没想到你们在舞台才是真正的释放，我觉得很棒。我想听他们怎么说。那如果这又是最后一段话，请你。我记得第一次彩排的时候是火星撞地球，我是根本是没有办法唱，我也忍了很一直忍笑，然后他因为我们每次一起唱歌的时候他都不敢看我的眼睛，然后我就每次盯着他看，你看我你看我你爱我吧然后我们一直磨合一直迁就，如果是我当所有的观众听完我们唱的时候有一点的感动，甚至有很多的感动，那我们今天就成功了。然后其实我心里也是一直渴望可以找到一个伯乐，可以在我的音乐上帮助我，所以很谢谢老师为我转身，加油。我和信妮在一起第一次排练的时候，我们两个从来就没有叫过对方是对手，我们两个互相叫拍档，到最后我叫他娘子，他叫我相公。真的。信妮从马来西亚来，我从新西兰来，为了一个梦想，就是喜欢音乐。我这辈子没做音乐，曾经是我心里永远的一个情节。其实，在今天之前，我这个遗憾已经了了。所以我来就是为了享受音乐，我也感谢四位导师还有阿明老师，我尤其感谢杰伦老师能够对我音乐风格的包容，请允许我跟你鞠躬，谢谢。我们开始迎接结果，来吧，请问周杰伦老师，您的选择是？我的选择是李信妮。继续好好的做一个大侠，继续浪迹天涯，好不好？加油加油！谢谢叶永青，再见张扬。恭喜信妮进入六强，对你来讲意味着什么呢？很谢谢老师给了我多一次机会唱多一首歌，所以感谢，辛苦了老师，辛苦，谢谢你们。 我现在好想去练歌，很想把下一个表演做得很好，不让大家失望，不让老师失望，我会加油。有没有发现我的学员都是非常乐观的？我觉得这种态度很好，赶快去练歌吧。你要继续跟张扬好不好？继续合作下去好不好？